我现在不太乐意出多兰盾了，我现在比较喜欢出多兰剑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哎呀妈呀！这就别去了吧，要我说，拉倒吧。全军出击！现在不太带点烟了，带点烟。上把俺们对线的什么东西？梦魇儿，带点盐不太行。别！插个眼儿吧，省着人家二级就过来抓。没有骸骨啊。你不也升了吗？啊，你没升啊？这剑魔是怎么敢不带骸骨的呢？我就没搞懂。我很少见着有剑魔能不带骸骨的，尤其还是跟我打。你要跟别人打咱也就算了，你跟我打你不带骸骨，你怎么跟我打呀？我的车呀，太短了，这也。直接走这会儿，不走要被他耗很多血。算了，这波交船吧。蓝枪在我附近。在附近就在附近吧，在附近咱可以不打。不要以为我们的血比他少，他就能 A 得过。
他 A 不过你。剑魔主要就靠技能，你出死刑啊，那我也得出个死刑吧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来个死刑，我也来个死刑。换一个吧，你这个就别给卡牌了，你让他飞下来拿不着助攻多好，你是送了得了呗。他现在没有大没有闪现了，好杀，这波把线放过来把他杀了。猴六级只要 EQR， 这剑魔是必死。你往下走也更死，卡萨丁来了，你要啊？你别要了吧，这没法给你，要能给我就给你了。这你就别要了，回家。呀，再补一个刀好了，这不够邪呀。用妖气。用 R 闪可以，兄弟。拿走 ，nice 啊！这剑魔怎么整个萃取出来呢？本来就劣势还出萃取，那不更劣了吗？我的车，太惨了，老弟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我要给你写个惨字。给我控住了，是啊，卡牌大师怎么有个点烟呢？600块呀，齐天大圣600块呀，兄弟呀！差一点儿能给他换了，刚才他牌少出一秒钟，我们直接一个 QR 他就死了。其实出错了，应该出三项的，怎么整了个红宝石出来呢？难道我现在就要把我第三件装备的小件给做出来？护臂，卡牌节奏有点好啊，到哪拿死人。
挡一挡，看能不能杀啊。我就这么告诉你们，他不可能不出来。可以啊，黑切了。他们家刚才这打野啥也没干，挺好。中路还腾出来让这卡萨丁多发育一会儿。兄弟，你这塔皮是不吃不着了？他有闪现。算了，这不好杀，要推中了，杀不了，他们走了，我把上路推了吧。刚要能把剑魔杀了就好了，杀了以后这个防御塔就能推了。完了，卡牌有点无敌了。不行，我得早点做水银鞋，没有水银鞋不行。他们家完全有能力就直接就给我控死。这啥玩意儿，疯了，有闪现。没事，下波杀的吧。没有闪其实也是一换一。来大龙，来小龙，这波小龙还可以。没事，这没主持下波没闪，我看你怎么跑啊。这波龙完全可以打，没 R， 他们所有人都没有 R， 除了卡牌。剑魔送下来，
哎，这卡牌怎么跑这儿？不是，他要闪走。我有30秒，有闪，不是有传送。哎，这蓝枪要是还杀不了就不应该了。这把虽然杀了5个人，但是这装备怎么感觉不咋地呢？一般般吧。把剑魔杀了，可以杀这小子。应该是要送了，我估计。应该在打，把他抓了。杀他最好是别放。别放大招，放大招不合适，就100来块钱放大招不合适。来，我们峡谷先锋跟他们换，来换家。继续，这维鲁斯我直接上了。哎呀，这都能炸到我呀！没退掉，一波一换四，有点亏呀。还好没有大龙，可以接受。哎，真的，这剑魔这等级怎么回事？我收兵收太少了，怎么压不住啊？卡牌13级。哎呦，卡萨丁死了，5-1卡萨丁啊！老师真的人
没事，让他们开，这是机会，让他们开。他们家打龙老慢了，让他们开。我看他们敢不敢开。对面打龙特别慢，我跟卡萨丁还有船，我看他们怎么敢打这条龙。下条小龙之前，我需要把这死亡之舞给弄出来。打个石头人就够了。哎，没有石头人儿，算了。哎，这蓝枪没死，我操了！蓝枪怎么会没死呢？头痛。回家出死亡之舞，省得卡牌飞我。OK， 现在我们团战就有点猛了，这才叫卡萨丁，你知道吧？能在前期游走游走，哎呀，其实主要也是我们玩的好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我们前期压制力这么高，他没办法拿到这么多人头。真的，这剑魔这等级压不住啊！嗯，啥意思啊？耶、yeah ！水银海呀，给整成这样，死死吧！卡萨丁收割。打大龙，这水银海呀，这是啊！水银海都能死啊！维他命！等我！好的，拿下，给个 buff 啊！只要不被抓就行。应该不能来抓我吧？我估摸着一塔应该不太能来吧？哎呀，这咋办啊？哎呀，别这样啊！
兄弟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撒尤那拉。Nice。可以退，这怕什么玩意儿呢？给我继续推，推塔就完事了呗。先人剖克到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拿个高地还不容易吗？真是的。希望他们的恶案不过集中。卡萨丁都十七了，卡萨丁玩卡牌就容易让卡萨丁进。Nice， 拿下！卡萨丁现在已经有点无敌了，稍微。